了，我不会再打吗？这是这个月的数据吗？是的。你跟市场部沟通过吗？沟通过。Hello，Andy，Andy， 怎么办呀？赵医生真的生我气了。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也发了无数条微信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现在在开会呢。你这么有办法的人都没办法。那我能怎么办？那你把魏大哥的电话给我。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是魏大哥貌似比我更了解赵医生，他一定有办法。OK， 我现在发给你。谢啦。我是曲潇潇，拜托拜托，接我电话啊！小曲啊，魏大哥，赵医生是不是真的生我气了呀？你还不笨吗？确实生气了，但是你为什么要问我呢？你昨天那么厉害，我还没有谢谢你呢。要不是因为你及时叫停，我会暴露得更明显。不过现在赵医生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微信，怎么办啊？四个字，投其所好。怎么投其所好啊？我问你啊，赵医生为什么不理你啊？嫌我没文化、没格调、没你们聪明呗。看来你还是知道问题在哪儿。我再给你一个提示，赵医生这个人最清高。最讨厌人家不懂装懂，所以书、音乐你太不了解，最好不要从这两样入手，免得自曝其短。